离那边的雾远一点，快！啊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快！快！你们先走，我们断后。喂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没问题。
谢谢你们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好险，还好你们赶到了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哎，你好，能帮个忙吗？那些怪物，那些怪物过来了！救命啊！Is this all I have?
进入完成。危险阈值预警已成功开启，通讯是否正常？布偶熊通讯接收正常，指挥官。生命体征无异常，轻微晕眩属于进入正常反应，应该还不至于启动你在生命之星购买的医疗保险。开始监测格式塔内部防御系统，需要想办法朝那个方向深入探索。监测程序装载完毕，你准备好了吗，指挥官？你们传回的数据碎片带有和那条信息相同的波动，但很微弱。居然还有我没见到过的异常代码。是格式塔的防护程序，那边一定有问题，他们可能会无差别攻击。指挥官，做好准备。There's a glitch。残留的数据波动有问题，我们去看看。There's a glitch.触发格式塔内部保护程序了吗？这段信息里面有东西。屏蔽格式塔内部保护程序的钥匙，为什么会被藏在这里？上层移动吧，指挥官。权限已确认，请通过。指挥官，密钥还能够使用吗？系统错误，未经许可的访问。他们不是格式塔内部的防护程序。Simulating attacks. Not too shabby. Now, let me handle the rest.指挥官，先去看看其他数据吧，这个异常数据稍后再处理。环境不匹配，目前不可读，这条数据碎片需要传回阿西莫夫那边处理。
阿西莫夫，定位没错吗？这里已经抵达格式塔安全区域的边界了。你们第二次传回的数据碎片解析出来了，越靠近那个异常数据，波动幅度和目标越吻合。我反向追踪了那部分数据的定位，结果已经发送给你们了。读取成功，果然是那些携带未知数据的防护程序。小心防护。Not your shadow. Now, let me handle the rest. Trace erased. Accurate hit.用这个定位可以直接通过那个异常数据跳跃进他所在的空间，但那里是格式塔安全区域的外围，我无法保证异常数据里的情况。阿西莫夫，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，立刻断开进入程序。就是异常数据发送出来的地方，有点奇怪。阿西莫夫，能够从外部观测到这个空间的数据流吗？不行，你们所处的空间已经超出了我目前能观测到的可控范围，这个空间的位置可能是…… There's a glitch.通讯中断了，指挥官，要进去看看吗？